敬爱的花莲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花莲县议会议长张俊。张俊在此向所有花莲乡亲拜年。由于秋冬新冠疫情升温，境外感染不断增加，请乡亲在新春期间出入公共场所，务必要戴好口罩，保持好安全社交距离，做好个人自主卫生管理，用健康和最美好的心情迎接新的一年。张俊也祈求疫情早日过去，并敬祝所有的花莲乡亲团团圆圆，阖家平安，扭转乾坤，牛年行大运，财源滚滚赚大钱。